咱前边有讲到第四章吼，那么第四章这个部分啊，有一个真趣味的族谱，就是该隐吼，该隐的族谱。那么这个该隐的族谱拢总有七代了后就无啊吼，啊到无了后啊，佫倒转来家己这个亚当的族谱。那么亚当这个族谱强调的是讲因对。要重新设立另外一个世系吼，对，该阮甲阿伯即无啊，重新设立一个世系吼，叫做赛特。那么这个世系呢，讲就是设立的意思。那么设立了后呢，是要取代原底的。那么这个赛特伊甲佫生了另外一个叫做阿纳斯、伊纳斯，这个伊纳斯就是人的意思。吼，啊，这是会晓求救妖化的人吼。那么这个会晓求救妖化的人，甲该阮这个世系。来做一个对比，伊比较点吼，毋是伫啥物人较高，毋是伫啥物人较有才能。若讲有才能高的，拢是伫解运这边。解运这边，你会看到伊的世系内底啊，无论是艺术，啊，无论是会晓做啥物，做铜、做铁，吼，啊，是讲伊会晓饲精神，等等这技能，甚至解运会晓做城，吼，啊，这款的技能呢，敢若服伊。到底一个上界高峰叫做喇嘛，这个喇嘛呢，结果伊讲呐，讲哪甲我伤害，我一定要甲伤害。所以人甲人的中间，因为有这个机灵，所以造成的是彼此伤害。而且呐，而且喇嘛讲呐，杀该阮的爱受刑罚七倍，总是杀喇嘛爱刑罚几倍，七十七倍。意思安呐，这个刑罚七倍是咩人说的？上帝说的。喇嘛伊阁为着家己设一个阁比上帝阁较悬的七十七倍，所以伊意思讲，伊比上帝较厉害，吼，伊比上帝较厉害，吼。所以这款的人类的文明呢，伫这个作者的想法的内面，人有这款的技能，有这款的能力，啊，无带予人会晓求救耶和华的名，会晓求救上帝的名，反倒是安那，是阻隔。予人阻隔，而且毋是干那阻隔尔，人甲人的中间带来彼此的伤害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技术敢若是咧伤害互相啦，定啦吼。所以咱会当看吼，咱叫咱人类吼做了上好诶，吼、哦，所有的科技运用了上界透彻诶，是咪？军火，吼，个是啊，吼、哦，个是。咱今仔日的科技会当运用了上界透彻诶，叫做军火啦。诶、欸，即咱你讲咱台湾吼科技真进步吼，总是你讲。咱有法度做迄个军舰吼，总是无法度做伊个武器系统。咱个武器系统拢爱甲美国买，做袂出来是安那？迄咱个科技虽然还算袂歹，讲说啥物半导体王国吼，啊电子王国，总是安那？咱其实咱个科技也无法度做迄款杀伤力足大个武器，也无法度啦。吼、哦，啊所以吼、哦，愈强个呐，愈国家也是讲伊个文明啊，科技愈强个，伊所做出来个。武器就安那杀伤力愈大，吼、哦、愈用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会发现着人类文明吼、哦、运用了上界好的在倒位，就是武器系统，嘿，就是武器系统。所以啊，我特别来去迄个机密的时候，看到迄个武器厅，我拢最爱去看啦。迄、那个武器厅吼，迄、哦、武器厅吼，底下讲特别徛伫遐看足久，伫遐咧看吼，讲人是爱真敖，真敖呐，真敖取别人的性命。要杀人足够啦，吼、哦，嘿，足够吼。好，啊，这是第四章的部分，咱即下开始看进入家己第五章。第五章读起来是非常诶无趣味啦。我唔知你有先读过无？你有先读过，你就感觉讲啊，这吼、哦、这章吼、哦，读诶就无代志啊啦，吼、哦，咁是。啊，到来这章拢甲你讲，什么人？几岁时生什么人？生了阁活几年？爱要生囝，后生查某囝，安尼啊，着死去啊！较几岁时，拢总活到几岁来死去？你有看到规章拢在讲这无？吼、哦，规章拢在讲这嘛吼，啊，都是吼。其实呢，伊规章拢在讲这呢，毋是无意思的呢吼。啊，足济人吼、哦，看到这章的时阵，着足心酸呢。哦，你看古早人较袂叮当着着几百岁安尼啦吼，嘿。讲也咪九百几到八百几啦，敢是吼？嘿，啊，即卖吼，即卖活到七八十吼，都差不多啊啦吼。嘿，啊，若到九十几个，足侪拢伫遐倒咧海啊啦吼。
是，啊，这做做侪人拢爱去问问讲，牧师啊，啊，这吼古早人活遐久，伊是毋是因咧算年诶时间甲咱无共？吼、哦，啊，因敢会咱今仔日活一年吼，因总甲算做十年去活咧，表示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吼第一个吼年拢共款呐，吼，那就有年开始，咱知影年诶来源是安怎来？算一头来，吼、哦，一头当底算来啦，吼、哦，照一头诶当底诶变化算来算年啦，吼、哦，迄年是照一头算诶嘛，吼、哦，啊月咧照月娘算诶嘛，所以咱前辈咧讲吼，一年若十二个月吼、哦，一定是安怎，一年一定是十二个月，搁加一岁啦，啊，然后再搁落去调整，所有全世界诶历法拢是安尼，拢是安尼，是安怎，就是观察迄个日头。甲月亮的变化来嘛，对吧？吼，这是针对对大自然观察来所得到的智慧。所以年拢同款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伊在讲这个年咧，在讲这个几年，真有可能是咧吼古早的故事，犹太人因古早的故事，甚至是啥物别的民族留落来古早的故事，遐个人拢活足久。咱古早的人是毋是？咱若咧讲古早的人嘛，拢活足久吼。中国的故事内底活上久，迄个叫啥物？平祖嘛吼，活几岁？八百岁，吼、哦，八百岁，敢是？哇，这真诶啊假啦吼，啊，插插是真诶啊假吼，都有人咧讲，有人咧听就对啦吼，嘿，好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若要讲古早人，啊，古早诶人吼、哦，迄古早诶高人吼、哦，一定爱哈啦，一定活会久啦，迄活未久吼、哦，无多高啦。吼、哦，你敢知影古早时阵有即个讲叫做张乐，啊，张乐地位拢足悬，是安那？张乐地位足悬。人伊足够啊，伊活会久啊，敢是？吼、哦，无像咱即摆三十几岁，互选起来做长老，迄无准算啊。古早长老你若活无够久，拢免讲啦。古早长老就是安那，坐伫城门口咧做啥物代志？咧判断，咧咧判断案，咧断案的啦，对无吼？啊，就安那，伊阁会当做啥？伊阁会当伫迄个族群拄着危机的时阵，提出智慧的建议。的看法，啊，是讲因拄到这个其他啊威胁的发生的时阵，啊是拄到这个天凶，啊是拄到这个天灾的时阵，老人活了久，伊有经验，对不？啊，古早的人在学习物件，一定爱靠啥？靠经验。第五章这个所在，咱拄啊第一章的故事看到第二章的第四节 A 了后，进入第二个创作的故事，到伫第四章才结束。第五章开始，伊的资料佫倒转去甚物？倒转去第一章即个祭司传统的资料，吼、哦，佫倒转去伊是接续迄、那个吼、哦。所以做男做女，伫因互人互受创造的日子，上帝赐福互因，称因做人。吼、哦，佫来第三节，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一个囝，伊的形象佮款式拢佮伊相像吼。三亲像就改号名叫赛特吼，赛特吼。好，咱这个所在你甲注意甲看吼，你若安尼甲读落来，其实，敢若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的故事无存在哦。你若讲，咱即马假设你甲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，咱拄仔咧读迄个伫阿田园内底出现遮个代志吼，啊生阿伯生，该问生阿伯啊，该问太阿伯，等等遮个代志，你拢甲忽略，拢莫甲看。你对第二节的 A。好，就是第二章第四节的 A， 好、哦，第二章第四节的 A 就是讲创造天地就是安尼，好、哦，伊到安尼之了嘛，哈、哦，创造天地的过程就是安尼了后，直接跳来到第五章，足顺的，拢无奇怪，哦，就是讲你看伊这个对第二章的头遐，这个。这是传统的资料，你对遐直接甲跳到第五章，至少是两卖甲看，跳到第五章的时候，安尼这个故事足顺的，好、哦，这个故事足顺的，这表示啥？这叫这伫内底叫做编辑的痕迹啦，这是讲敢若有天过啦。啊，这个故事本来第一章是应该接第五章，这个伊的故事是安尼，结果伊伫第二章，伊伫中间插入去啥？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的故事，好、哦。这是两个完全无同款的资料，一个是属于妖花这方面的资料，另外一个属于这时代的资料。所以你来看，甲第三节的时候，阿东生囝，生迄个囝叫做赛特，这个囝呢，伊安那，
敢那伊中后无讲伊有先生改阮甲阿伯，对不对？敢那无，敢那秘书改阮甲阿伯这代志无发生嘞吼。所以真显然，这是传统的资料，根本无有迄段改阮甲阿伯的记载，吼，无迄段改阮甲阿伯的记载吼。那么伫这份资料内底，咱就咱看到吼，讲上帝一个开始做人的时，是叫什么来做？叫伊家己的款式来做，吼。那么讲称因做人啊，那么这个人呢，其实吼，你若在读的时候，咱的翻译吼，读了安尼，读袂出来迄个原底希伯来文的味啦吼。伊讲称因做人，迄个人就是亚当啦，下面迄个亚当嘛是人啦，所以人就是亚当，亚当就是人吼。啊，所以伊讲。而且创造男造女，伫因受造的日子，上帝赐福予因，称因做亚当，称因做人。那么这个亚当这个人呢，活到130岁就生一个囝。迄、那个囝的形，伊讲啊，伊的款式就亲像什么？亲像伊的老爸。好、哦，唔是像上帝吼、哦？你有看到这个差别无？上帝大先做人的时候是照伊家己的形象，总是开始生的时候就是啦。生的时是照人啊，所以这个赛特呢，伊本身就有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啥物？你讲伊生亚当，那亚当有上帝的形象无？有，安尼赛特有无？有，有够无？伊是生亚当的呢，伊是生亚当，所以伫这个中间，那么亚当呢？因为吼，咱虽然咱讲伊这是传统上伊的一个故事，总是伊这个所在，伊是甲接第一章，总是咱即马现有的形式，就是已经接伫第二章的啊部分啊，对不对？已经接伫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的部分。所以亚当伫迄个乐园的内面，伫迄个爱德园的内面，无遵守上帝的禁令，迄、那个代志爱直接考虑啊啦，袂当亲像你去上个古早的时阵，迄个时阵。还得关心，所以就考虑内底，伊讲伊修形式吼，伊讲伊的形象就亲像家己，亲像亚当啦吼，亲像亚当。所以这个赛特伊本身就有两个，就像亚当，就是亚当伊本身上帝的形象有失落无？上帝形象失落，伫第二章、第三章伊有失落，失落什么？迄是一个败坏的形象，对不？对啦，伊无顺服，伊是无伊。伊无听话啦，违反迄个禁令，所以安那禁令食了，迄、那个善恶果食了安那，伊就的确安那死，伊就死。啊死了，这个死是代表什么？死是代表人甲上帝的关系就安那断绝。伊甲这个破坏，上是嘛破坏什么？人甲人的关系，人甲万物的关系，人甲土地的关系，这拢全部要破坏。所以这个形象。所以这个人开始落去，伊就开始这个故事，甲咱讲啊，人一方面伊敢那先上帝，一方面搁安那，搁先着迄个败坏的形象。伊一方面有上帝这款尊严的形象，总是另外一方面有啥物？有人败坏的形象。所以人是一款矛盾的实体。吼、哦，那就保罗讲讲啦，人拢活伫这款矛盾的中间，活伫啥物矛盾的中间？我所爱的好，我无去行；我所无爱的好，我反倒去行伊，敢是？吼、哦，靠我来做人，吼、哦。啊，人伊到尾毋是讲伫遐结束啦，保罗若讲咱到遮结束就食啦啦，靠我来做人，大家拢走去自杀好啊。总是人伊讲后壁去讲一句，家财有主耶稣。保罗讲一句哦，即句袂使甲放袂记实哈。你若讲特别拢甲念到讲哇，我所爱的好，我无去行；我所无爱的歹，反倒去行伊，靠我来做人，我到到遮就停就食啦啦，吼、哦。人保罗又加一句讲呐，家财有主耶稣，也是吼。啊，这所以人咧见证伊的信仰是足趣味的吼。来啊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你会看到对亚当佫传落去了后，人拢有两个部分。一方面，敢那是人天生就知影甚物是好是歹，良知有迄款的良知，有迄上帝的形象，会去想要去追求好，啊嘛知影甚物是好，会想要去追求生命。都是另外一方面是啥啦？另外一方面，佫有迄个败坏诶堕落诶部分。吼、哦，所以人是即款矛盾诶实体啦。吼、哦，即款矛盾诶实体吼。啊，所以伫咱会当看到，伊伫即个所在是安尼讲吼。好，那么咱看吼、哦，人继续安尼生落去，啊，伊诶族谱就安尼记吼。
其实伫这族谱内底，咱若有去甲点啊点叮当，嘟嘟嘟嘟嘟点啊点叮当的时，拢总有偌济代，拢总有十代啦。到哪阿都啊十代，哦，到哪阿拢总十代。所有这十代中间呢，写到八代的时阵呢，吼，拢总同款迄个 pattern， 拢使用同款 pattern。什么人？伫几岁时生什么人？哦，生个了后，一个活几年？阿姨啊，生囡吼，生儿养女吼，就是讲有生囡、生查某囡，然后个安那，当中活几年就死，八拢安尼。唯一的一个例外，什么人？第七代，哦，伊个雕工藏伫第七代，迄、那个第七代叫什么人？叫伊洛，对吧？伊洛，伊唯一例外，伊所有干那伊一个跳离开迄个模型啊，定。孙的人拢是照迄个模式出世，活嘞，生囝，阁活嘞，啊，饲囝，了安那，就死，吼、哦，咱叫做生老病死啊。啊，这个啦，哎，有当时啊，看看咧，讲哦，这个生命吼，足安那，足无意义的。哎，有当时啊，吼，人若较好想的时候，我最近有拄到一个少年人，拢来找我吼，啊，伊拢会甲我问的吼，讲甲我问讲。人的生命到底是要从啊来到伫世间，然后细汉就互爸母叫去读册，啊，就一直读一直读，啊，嘛读到国立大学，啊嘛毕业，啊去找头路，啊，即马去看，啊，佫过来，佫存款，佫来娶某生囝，啊，即马囝佫生嘞，佫甲饲囝，饲到尾啊，啊，咱就来退休了，哎，但是，又是，吼，哎，吼，啊，这到底生命是要从啊啦，吼，又是吼，哎，啊，这较算圆满的嘞吼。啊，无早死，啊嘛，阁有甲退休了，甲咧开始等死安尼吼，嘿，啊，这款生命阁算圆满嘞吼，啊，总是人是啊，嘛会问讲，啊，这生命到底要创啥物？吼，啊，到底我来遮个世间行这段是要创啥物吼？啊，其实吼，这个问题唔通想过头想呢，吼，久久啊想一下就好，啊，想是表示讲吼，咱都会晓想，咱唔是迄款袂晓想的，啊，有想到就好，啊，唔好想甲头壳去互破去。迄个问题，你若想久，头壳若想甲叫破去吼，迄无起效嘛，自杀嘿，吼嘿，咁是安尼吼。来，咱伫这个中间，伊要解答这个问题。伊乐，毋是活上久诶，而且吼，伫这个世界、这个族谱诶内底呢，伊活上短，伊伫这个世间上短几年？365年。365年尔啦，对无？啊，剩个咧，剩个拢800、900，对不对？啊，毋是，伊上短，佫是啥短足短？总是伊的生命，敢若伊甲其他人无共款尔，对无？因为伊啊，伊毋是照即个形式，伊毋是照迄个模式来过伊的一生啊。伊毋是敢来即个世间为着生一个人，啊，然后啦，为着生一个，啊，然后啊。佫生过来，啊，然后就死，安尼，伊毋是啦。咱若看伊安怎写呢吼？21章讲，伊洛活到65岁，生马托萨拉。伊洛生马托萨拉以后，甲上帝同行300年，而且生囝吼，拢同款啦吼。所以伊洛拢总活365岁。伊若甲上帝同行，上帝将伊出去，伊就无伫世间。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咱拄仔咧讲吼，是安怎爱甲古早人讲好足老，表示阮的祖先安怎足老，对无？因为古早人毋知要安怎讲老咧吼，所以就爱讲安怎，阮的祖先足老安尼啦吼，啊，就是啊，足老活，活足长的时间。伫这个所在，伊拄仔在反对这款的讲法。生命哦，长甲短毋是重点呢。生命的重点伫底，伊用一个足奇怪的讲法，叫做甲上帝三同行啦。啊，这较正来个就是伊敢来用这个讲法讲藏伫遐，讲甲上帝三同行。啊，有甲咱讲安怎甲上帝三同行无？无啦，伊嘛不会甲你讲甲上帝三同行，生做阴阳变啦，无咱嘛较恶对毋对？哦。哎，那讲甲上帝三人行是一二一，左脚先走后来右脚哈，
手脚先出来后，一是左脚，二是右脚哈，哎呀，不要踩到后前面人的后脚跟哈，哎，起码伊嘛安尼甲咱讲的时阵，咱了过会当知影什么？知影讲，哎，安尼靠这个上帝三人行，咱来学，阿嘛要学较有，敢是？总是安那，伊无咧，无甲咱讲，拢无甲咱讲。啊，甲上帝三人行吼，要过另外一个，就是到第六章的时阵吼，到第六章的时阵，咱来看到拿阿的事啦吼，拿阿。那阿吼，咱若看到伊的时，伊嘛是甲上帝三人行的吼。伫第九节六章的第九节吼，伊甲上帝三人行。好，安尼这个甲上帝三人行，虽然这个作者吼，咱看起一个足要紧，生命会产生无同款的关键，就是甲上帝三人行。总是伊无甲咱讲安怎样甲上帝三人行。好，那么这是一个真大部分的，咱若在讲甲上帝三人行的时阵吼，可能。多数会想到什么？会想到这个道德的高，高高的道德标准啦。迄高的道德标准，就是讲人吼爱，互家己的行为啊呐，真好，安尼才会甲上帝相同行，对不？真侪拢是用迄个道德的角度底下来解说这个甲上帝相同行。总是呢，其实呢，甲上帝相同行，甲道德有啥物大的关系吼？应该是无啦。好，应该是无，因为就无甲咱讲安怎较叫做甲上帝三人行，因为这个事情也无入法，所以伊这故事中间也无入法的概念，所以伊嘛无甲你讲，就爱完全遵守入法，对不？总是呢，咱若看伫哪阿的时阵，哪阿讲伊是一个义人，伊甲上帝三人行，那么可见只有义人才有法度甲上帝三人行。那么这个义人到底是啥物叫做义人呢？后代的义人，当一定是甲入法有关系。就是完全遵守律法的人，才叫做义人。就是伫这个还无律法的概念的时阵，这款甲上帝三人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吼，意思就是上帝啦，行到对就对到对啦，对吧？吼，咁是，甲一个人三当行，佮行几年，行三百年，吼，啊，啥物意思？你若甲一个人常常做伙，你会知影伊啥物？知影伊在想啥，对不？还是讲这嘛歹讲，哎，这嘛就歹讲。咱台湾话毛一句话安尼讲，讲啦，讲困破三领笑，吼，边啊迄个人的心抓袂着，是不是？吼，啊，我讲困破三领笑啊，讲边啊人咧想啥抓袂着啦，吼，嘛是有这款咧啦吼。嘿，啊，你可能啊，伊是阿婆总是无三当行啦，吼，伊惊伊的，伊惊伊的啦吼，可能唔捌牵过手的款嘿。啊，所以三当行意思，甲上帝三当行意思，其实是明白关系上帝二比。哦，伊来即内底要讲的是讲，伊关系上帝二比，伊明白，伊了解上帝创造这个世间的二比到底是啥。好、哦，明白上帝伊的二比吼。啊，所以后代呢吼，后代甲伫两欲之间呢，伫两欲之间有足济启示文学，足大批的启示文学吼。伊拢是用啥人的名？用伊洛的名，伊洛一书、伊洛二书、伊洛三书、伊洛四书，吼，嘿。啊，拢讲感觉拢是这样。伊洛因为伊甲上帝三人行，所以伊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所以伊伫古早甲遐物件写落来，总甲温藏起来，即个册温藏起来，温藏几千年了啊啦，较伫适当的时机显露出来了。吼、哦，这启示文他拢是安尼写吼，咱前边咧讲启示录的时阵嘛是安尼讲哦，这启示文他拢是安尼写。就是啊，用古早人的名写，所以伊洛因为有这个记载呢，所以伊洛伫以色列的因的观念、因的历史的内底，也是讲伫只以色列百姓、只个宗教家的心目中呢，伊洛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典型代表，讲伊辨别上帝一切恶弊的人，哦，辨别上帝一切恶弊的人。咱即下就要讲好，啊，无上帝创造这个天地有啥物恶弊？上帝创造这个天地要创啊？原来无代志啊，讲闲来无事啊啦，来创造一挂物件出来做义牛，上帝想无聊吼，创造一挂物件出来做义牛，干啥呢？然后讲上帝创造这个世间，伊到底是为着要展现什么款的恶弊？啊，咱若是对一个开始吼。一个上界早第一章开始，甲回想的时阵吼，上帝创造迄个世间，其实这个创造，咱去强调第一章强调什么？
什么叫创造？创造就是秩序秩序啦。好，本来是一个混乱，当时啦，混乱的顶面建立秩序，在混乱的中间建立秩序，那是创造。所以第一种的创造非常的强调什么？物件做出来了，拢爱各从其类，拢爱各种其类啊。所以是拢是一直在分开，一直在分开，一直在分开。所以在上帝伊的奥别内底。有一个重要性的，伊别堪得看到这个混乱，伊爱让这个混乱变作什么？变作有秩序、秩序。这个秩序变作非常的要紧。上帝爱人，啊，莫讲爱人，爱这个万物都有秩序，爱有秩序哈。好，啊，这个秩序呢？这个秩序在第一章讲不完的。这个编者用第二章继续来讲。那么，什么叫做特殊啊？迄、那个特殊就是安那，人做人，上帝做上帝，对不？这是咪一款特殊？啊，总是吼、哦，大部分的人拢安那，拢足爱做上帝，迄做上帝足爽的，对不对？嘿，莫讲做上帝，做王就袂歹啊，莫讲做王，做头家就袂歹啊，吼、哦，哎，啊，总是嘛不一定的吼、哦。咱台湾吼，咱其实咱台湾足有智慧啦吼，啊，都特别。那有甚物款，足侪人拢认为是安尼的时吼，伊就会讲出一句话吼，甲你讲吼，哎，无拄拄是安尼啦吼。伊讲啊，第一讲皇帝，第二讲老爸，对不对？吼，哎，敢做老爸足爽的，啊个，哎，啊个做皇帝搁较爽，对不？哎，都是甲你讲第一讲的，啊做老爸第二讲的，哎，啊是安那做皇帝第一讲，因为做皇帝你一个坐位去讲的安那，都有人要五万你死啊啦。吼、哦，都人要五万你死啊！上爱你死的什么人？啊，恁后生，哈哈哈！是吼，嘿，所以讲第一讲皇帝，所以台湾话智慧都啊伫这个所在咧吼。大家人拢只能讲安尼袂歹，最好啊，伊都甲你讲一句话，甲你讲啊，无拄拄好啦吼。你搁另外一个角度想看卖咧吼，嘿。所以呢，这个特殊呢，伫第二章所表现出来的故事，第二章的故事内底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？这个特殊就是人爱做人，和上帝去做上帝。那么安尼，这一切上该安怎？上该美好。啊，要安怎让人会当做人？上帝做上帝呢？足要紧的，就是袂使有任何一个人扮演上帝的角色。哦，原底人家己一个呢啊，伊就是上帝，伊伫这个世间变做上帝。所以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耶和华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伊做另外一个安怎起来甲伊对抗。好、哦，我要做一个会当甲伊对抗的。甲伊匹配来帮助你，帮助你脱离迄款啊啦，会做王的危机，会做上帝的危机。所以人甲人的中间要产生一款对等的关系。那么这个对等的关系，讲确实啊啦，伫人的世界内底，佫是一个一体，是袂当分割。所以伫只有承认彼此是真正一体，佫是对等的时阵，这叫做甚物？这叫做完美啦。人就是必须要安尼。人必须要接受其他无同款角度的挑战，人必须要常常会当徛伫你的位置，总是你嘛会当认同别人徛伫你的对立的位置所讲出来的话，因为你是一体，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伊也是你，你也是伊。哈、哦，哎、欸，这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，哎，你侬我侬的，哈、哦，看到，哎、欸，这就是我，伊讲这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意思讲这就是我的本体。所以，甲你徛对立，是为着要帮助你，无让你安那陷入去想要做上帝的危机。吼、哦，这是特殊。所以，顶个发现哦，伫咱个基督教的，也是讲希伯来宗教这个世系内面呢，咱这个系统的中间呢，人甲上帝中间爱画一条线，这条线是袂当安那，我袂该打过。人若想要打过这条线，要成做神的时呢，悲剧就发生。灾难就发生，然后就是什么？所有这个上帝所要建立起来迄个特殊，就受到破坏。哦，所以习近平就是安尼嘛，对吧？哦，敢是？哦，习近平哦，哦，就是安尼，起来要做皇帝，哇！你看伊还用偌济功夫呢？哦，全世界上听讲，全世界上先进这款电子的监视人民的，讲中国发展出来了，敢是？嘿。讲迄个人脸辨识系统吼，听讲最近有迄网络在甲因警惕，讲他们不只有人脸辨识系统，
他们还有很先进的珠帘辨识系统。嘿，再看到这只猪是猪这一面，用一脑珠帘辨识系统的哈。啊，就是伊边下用这個，伊起码有法度吼，唔免起感觉，总是有法度予一个人伫引导大，伫这个社会生活，甲侪敢无过样。诶，中国有法度安尼做呢？所以伊人脸辨识系统吼，伊即摆给锁定了吼，这个人伊感觉你唔好，吼，你讲你分辨好歹嘛吼，感觉你唔好，唔好的时阵当个你怎啊？你的迄、那个，因即马无拢有迄个支付宝，金金金吼，去去路边摊买罐买现钱嘛，金吼。因即马无啥咧用现金嘛，伫咧大都市拢金金金金，啊买车票嘛金，伊有法度吼，甲你辨识出来了吼。你惊未惊？你迄、那个你迄个支付宝虽甲你冻掉，你无法度惊啦，你无法度去买物件啦，哦。嘛，袂当买火车票，因为你是啊，你歹人，所以袂使坐火车。伊会当有个，啊，一个人伊若开始要掠人的时候，迄、那个人脸辨识系统，伊的系统内底，然后你这个面输进去，上久二十分钟就掠着人，人就叫脏掉。吼，啊，伊是啊，伊要做皇帝，所以吼，伊要做皇帝，所以爱甲威尔族拢甲掠去关，吼。啊，所有什么，不论是佛教，哎，听讲佛教嘛爱升旗典礼啦，吼、哦，啊嘛爱站卡步吼，你佛教你看迄影片，迄 YouTube 内边影片吼，迄个和尚吼，嘛举迄旗啊，伫遐站卡步呢吼，嘿，啊，所以吼，在中医的什么圣经嘛爱，圣经嘛爱顶面爱写，圣经顶面爱写习近平的语录吼，哎，啊，所以吼。所以啊，即款连迄个回教吼，穆斯林啊，即维吾尔穆斯林吼，伊嘛啦，大家人拢爱去拜啦啦，甲爱有啥物结亲啦，因讲做结亲啦，结亲的意思就讲你一个家庭拢上少爱有一个汉人的朋友啦，去甲你结亲啦，爱创啊，甲你干事啊，吼、哦，你看伊有用足济步数，就是干呐要创啊，要做皇帝呢，喏、哦，啊因伊。想要做皇帝，伊就哪惊安怎？有人甲伊反，伊哪惊有人甲伊反？伊就安怎？用愈济步数呐来防止伊个人民会甲反。哦，啊！你看这个所，这个物件哦，你有看到人伫这个中间呢，已经失去伊一个生命的特殊。伊活着的目的就是安怎？伊活着，目睭睁开。就是在想讲，唔知我的百姓会甲我反无？迄其实迄款的心境是足恐怖的，迄是足惊的。所以当你讲第一王皇帝就是安尼嘛，嘿。虽然大家人看到你拢甲你吾皇万岁，都底下拜底下跪，总是安那。迄、那个皇帝是上无安全感的，伊咧，伊目睭一个睁开，有意识的时阵就想讲，唔知有啥物人要甲我反无？好、哦，啊，所以迄就已经失去伊的性外特殊。所以你会讲，甲上帝三同行，你会当看到对第二章、第二章的故事，甲第一章的故事，咱用特殊去甲伊分析的时，上帝建立特殊，都是人常常会为着迄个权力，为着要控制别人，为着要宰制别人，为着要比别人较高，伊安那会去破坏着迄个特殊。吼、哦，只有恢复这个特殊，才是会当恢复生命的这款的意义。那么，伊讲明白上帝奥秘，我想这是上界要紧的一个部分。咱若对第一章的故事安尼解读落来的时阵，因为一个特殊那是去毁坏去，所以上帝伊设一个禁令，咱拢感觉讲这个是咧禁止人安怎，所以人足无自由啊。有当时啊，我拢想讲，我个记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我的同学拢甲我讲，恁基督徒哪有啥物好？恁基督徒，迄人也唔通做，迄人也袂使做，迄人也袂使做，恁足无自由的，对不对？吼、哦。那么其实这个第二章、第三章的故事是要甲恁讲的啦。伊讲禁令，这个禁令讲袂使去食啥物，分这个栽培好歹的果子，袂使食迄个果子。这个禁令其实是为着啥物？为着要保护人，无去破坏迄个上帝所设立的特殊。哎，什么叫做分别合派？
知影好歹，其实知影好歹，毋是好，毋是歹代志呢。咱拢个囡仔甲囡仔教讲，这是好个，这是歹个，这是好个，这是歹个，对不对？爱去分别一下吼。总是有一款分别好歹是歹个，就是迄个分别好歹个绝对权力啦。分别好歹个绝对权力，啥物人有分别好歹个绝对权力？足简单嘞，咱台湾人拢经历过。阿蒋个就是分别好歹个绝对权力，臭头仔有无？哈、啊！咱最近你若去迄个档案馆、国史馆啊，甚物档案馆，你着去阿蒋啊，迄个时代白色恐怖的时代，迄、那个判决书出拢有公开啊嘛，对不对？因当那时上好掠个叫做匪谍，吼、哦，因当那时若掠着匪谍时阵啊，拢匪谍拢是军事审判，有足济哦，判十年、判十五年、判二十年，这边边判这拢无要紧，判落去，阿蒋啊感觉讲啊啦。判咧唔对，按逼一个牙起来啦，死刑可也，啊，这个人就拗出来。哎，什么人家判唔对？军事法庭讲军事法庭判唔对，什么人认你判唔对？阿蒋的讲你判唔对，所以阿蒋若讲你好人，迄个时阵无代志，你绝对是无代志，吼、哦，你搁去抢劫嘛无代志。总是阿蒋若讲你是歹人，你就安啦，你就稳死的。所以迄叫做分别好歹的绝对观念啦。所以上帝有一个禁令，人不应该拥有这款的权力。总是人啊啦，唔听，人就是啊啦，无得到这款的权力，足袂爽的。所以一定要有这款的权力，迄款的破坏了啊啦，去甲食落去，破坏去。上帝所设立的特殊啊啦，破坏去，破坏去人了的啊啦，搁落去就是人甲人中间的关系破坏。本来上帝创造一个查某人出来，要甲查某人对顶。总是处后变成安那，你要乱无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要管他你，变成一个无对等的关系。好、哦，人甲土地安那，因为你受咒诅，所以你得爱干劳满面，规世人劳苦才当得到吧。人甲万面的关系嘛破坏，蛇要伤害你的后下头颈，你要伤害你的后下要伤害因的头，所以原底无迄个尊。这个无伤害的关系，拢总破坏掉去。啊，所以这个上帝所建立起来的特殊，是上帝所要予人知影的奥秘。那么只有甲上帝三人行的人，才有法度去理解。啊，若无安那，伊就是安那，伊的生命就是干那安那。咱讲这生老病死，无法度超脱，对不？无法度超脱。啊，其实每一个宗教拢会啊啦，宗教拢在解决这个问题。每一个宗教拢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佛教敢是？佛教嘛是在解决生老病死一直伫遐咧循环的无意义的问题。所以这释迦牟尼，伊伫遐讲，伊看到这个人类无法度逃脱生老病死这款生命的循环，无法度逃脱的时，伊希望伊讲弘扬嘛，我爱大，走去啊修行。去菩提树下底下修行，哦，啊，听讲伊头壳一弯一弯，拢叫菩提子剁剁剁剁剁剁到一弯一弯，哎，开玩笑的啦，不是，还叫塞，那是印度人的 Q 魔啦，哈，好，啊，总是不假呢，伊提供一个方法，就是讲释迦牟尼伊到尾去看，伊去悟到这款的，悟到一个真理，迄个真理就是讲啦。当遮个所有个物件，你若伫你个目睭中拢看做空个时阵，你就已经安怎进入家己涅槃，你就会当逃脱，你就会当超脱迄款个生老病死，迄、那个无意义个循环，哈、啊，无意义个循环。每一个宗教伊拢在提供一个生老病死个生命循环，要安怎伫遐来家己理解，还是讲要安怎伫遐来突破？啊，佛教提供个是空。当你有你有迄个能力，通晓这一切拢看作是空的时阵呢，你就是已经得救啊，成佛。总是基督教是咪安尼？基督教唔是安尼提供。基督教是讲，当你伫这款生老病死这款生命，你感觉非常的无什么意义，通憔悴的时阵，还阁有一个通憔悴。当你若憔悴到这项的时阵呢，你就会当脱离这款的生老病死无意义的生命。跳出来就是什么？甲上帝三共行，就是去明白上帝的设立伫这个世界万变，伊所创造宇宙万变的奥秘。
是什么？特殊。迄、那个特殊是啥物？迄、那个特殊就是人爱做人，和上帝去做上帝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你来当明白这个的时阵，甲上帝三同行，而且会当伊伫这个所在，伊看伊无甲伊讲啥有死哦，哦，伊无讲有死哦，吼、哦，伫古约圣经内底吼，无妨记载着有死的无几个啦，啊、哦，伊落啦，吼、哦，摩西会使讲是有哪算一个啦。哦，摩西会当遵守，都是伊是讲上帝甲处理掉伊吼。上帝毋知甲火化，是甲安怎总甲处理掉伊，都无人看有哩吼。嘿，啊吼，搁一个啦，搁一个伊利亚，搁一个伊利亚。伊利亚听讲坐迄个火车，毋是咱即款火车吼。嘿，咱即款诶，伊迄款火车是全部拢是火迄款车。嘿，我会记得阮一个我细汉个时，阮一个结拜小弟伫遐咧讲。哎、欸，火车是要哪坐？火车规个拢全火是要哪坐啊？吼，啊，伊里阿坐迄真正是全火的火车，吼，啊，咱迄款火车无火啦，吼，嘿，好，坐迄火车啦，上上天吼，上上天吼，啊，所以，迄个伊里阿呢是足，伊里阿呢是足济迄个后代的这犹太人的故事的内面吼。拢会用到的一个角色啦，哦，耶稣常常变毛时，伊利亚嘛爱走出来呢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伊利亚嘛走出来，吼、哦，而且伊利亚吼，这个角色足重要的，因为伊无死，所以吼、哦，甲迄款迄个启示文学的文字拢有关系，因为伊无死，所以吼、哦，伊拢感觉吼、哦，有一天伊利亚若阁出现的时阵，就是安那，嘿，就是末日到啊，就是末日到，所以伊利亚这个角色嘛足要紧的吼。啊！这个，伊只遐无记载伊的死，而且是讲上帝甲处理掉伊吼、哦。啊，上帝处理到底是火葬，还是土葬，还是咱即马上流行的叫做什么？叫做执葬，树葬吼。哎、哦，唔、欸、知为滴吼，上帝甲处理掉吼，伊就无伫这个世间啊啦。好，伊无伫这个世间，伊伫这个世间，伊是遮的列祖的内底，就是讲这个名单的内底啦。伫世间的年纪，上帝总是上界特殊的。哦、所以伊伫即个中间嘛，甲咱讲，无伫世间当底，毋是人生命的意义。哦，无影讲活较久，迄人较高。哦，无重点是安那，迄个关键就在伫是毋是会当辨别上帝创造即个世间的恶弊。哦，意思咱来用咱其他一个话讲，咱是毋是会当辨别上帝的心意啦？哦，一个人的生命，若是会当辨别上帝的心意，伊搁较底。嘛是一个唯一的生命，吼、哦、好。然后所以，但是咱看到这个族谱大概是安尼，出现一个喇叭，这嘛出现一个喇叭。啊，喇叭的意思是啥物？喇叭的意思就是强固咱的啦，常用的，就是伊这世下来这常用的，迄种叫做喇叭啦，吼、哦，就常用的啦，吼、哦。嘿，啊，这个常用的呢，生一个叫做啥物？叫做拿阿。哦，生一个叫拿阿，哦，这拿阿落去就要紧了吼，因为搁落迄个故事就是拿阿的故事，叫拿阿。拿阿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啥？休困，啊、哦，休息啦，啊、哦，这休息足要紧的，休息啥足要紧的？那休息若无要紧，上帝就袂使安尼子啦嘛，对吧？吼、哦，所以休息足要紧的，伊叫做休困。就是伊的休困的意思是啥物呢？咱若注意甲听吼，咱二十九节的时，伊讲吼，腊月。二十八岁，腊月活到182岁，生一个囝，改号名叫做拿阿，因为这是休息的意思。啊，要从啥里休息呢？伊讲这个囝要为着咱吼的操作甲手中的劳苦来安慰来。啊，啥咱都爱去操作甲劳苦呢？是摇花救助这个地，意思就是安那摇花救助地，所以人爱劳苦，人爱劳苦爱操作。那安尼呢？那啊，就是要予咱对这个苦的中间啊啦，得到安慰，得到安慰，中会当喘，会当喘气一下，会当休喘一下的意思，会当休喘的意思啦吼。好，所以这个喇叭伊所生的那啊，伊直接讲话，咱就随时会当对照着咱顶一张迄个喇叭所讲的话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世系强过有力的迄个喇叭，甲另外迄个解运的世系强过有力迄个喇叭。底下所讲的话差别多啊，伫对。这个喇叭伊生一个囝，叫做哪？伊要创啊？要予人会劳苦得到休困。
要让人的脑壳会当休喘，好，这最要紧的。所以，搁落去，咱就看到吼，本来上帝所救助的地，救助的万米，伫大船过去了后，上帝搁重新甲所有迄起的立约，搁重新开始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拿阿来这个世间的任务啦。好、哦，拿阿的任务就是安那，要搁重新通过迄个休困了，要搁重新开始。好、哦，要这个休困了，要重新开始。那么在这个强国有力的宣告的里面，宣告上界强国有力的叫做休困、哦、当时我们顶一张那个喇叭上界强国有力的作为叫做报仇，对吧？到底过一款才是强国有力？没有耶，那没报仇很艰苦的耶，对吧？哎，看到四中国也无甲太太咧做广告，只是讲拢要骑起，拢骑起，骑差不多人钓到迄个飞机来甲咱试试咧吼。哎，啊无就迄个 DJ 安尼，设千设法要甲你安那，设法要甲你运入来，互你台湾。我咧想讲，遐人敢真正唔知影讲袂使炸遐个肉入来台湾，还是中国有意叫因炸入来？哎、欸，张嘛，张也做哩。有一个中国的太太，伊的丈夫是新加坡人，来台湾。结果来台湾的时阵，因人先到，人已经入境了哦，人先到，因的行李后尾到，后尾到。嘿，我讲内底，伊的行李内底有十几斤的金华火腿啦。这真奇怪，这就真奇怪。这唔知阿强阿阴庙无？一切拢是阿强阿阴庙啦。哎、欸，伊讲到底，伊的行李是安怎伫咧？讲无，唔知啥物理由伫咧啦。报纸是安尼写，唔知啥物理由伫咧啦。啊，人已经到先入境啊、哦，行李来讲查着，讲十几斤的金华火腿伫内底。哦，哇、哦，啊是安怎？啊，所以甲叫倒来讲，讲要甲罚钱吼，讲、哦、要甲罚钱。啊，到尾因有款的，因有交两二十万的，讲伊只伫台湾的朋友，甲伊斗去钱去总总二十万出来，交伊只当入来入境台湾。我这嘛真奇怪嘿，我讲一切拢做者做奇怪的代志。啊，有当时啊想想讲，啊中国啊无代无志吼，啊就去甲你，那毋是 SARS 分恁啦，啊无就是 DJ 甲恁分啦，考体育分互恁啦吼，嘿，伫禽流感啦，吼啊雾霾啦。沙尘暴啦，吼啊，一个又，吼啊，这无得吹报仇，他会使，哦，而且，好，无吹报仇，他会使。诶，直接来对，这两个族谱的趣味，非常的趣味，佮而且拢是用喇叭讲的话哦，是不是？该问这嘛喇叭讲的话，甚物叫做强国力？你敢讲恁爸看，恁爸互你笑亲笑亲，好报仇。总是另外这个喇叭所讲的话是什么？人是不是有法度帮咱整个的人类？有亏待人是不是有亏待？有通帮咱整个的人类对伫只个劳苦的中间来得到许安慰啦？好、哦，啊，到底过一个亏待较大？好、哦，到底过一个亏待较大？我都有讲过吼，咱即马人类会当科技用了上介好的，运用了上介周至的透彻的叫做武器，对吧？啊，那咱台湾嘛发展武器发展到安尼吼，即马听讲台湾要台湾的迄、那个台湾的国防的方案叫做刺猬啦，讲甲台湾吼变作一只刺猬安尼吼，嘿。欸、刺猬吼、哦，规身躯全刺嘛，对不对吼？刺牙牙吼，迄连狮仔嘛唔敢学袂起来学袂吼，迄学袂无吞袂落，而且佫安那，规个嘴拢受伤的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听讲台湾即摆上界想要做的就是飞弹，全飞弹了了吼。你若我来，飘一个规个拢飞弹拢放出，那像咱咧马祖生咧放冲天炮咧。吼、哦，听讲是安尼啦吼。
就是这是不是上界强的开台，人类会当体会到生命上界有意义、上界强表现的对。哦，那这个所在甲恁讲，表现伫福受苦的人得到安慰，表现你若是你有能力通帮助伫苦难伫操作的中间的人，会当得到休困安慰，这是上大的开台。报酬不是。报酬是通惊的，报酬敢若是足有效的，总是迄毋是人类生命所要展现出来上界强固力的。好，啊，所以咱若看这两种的比较起来，实在是有哪真趣味啦吼。啊，咱若是目睭敢看到什么人生什么人啊，活几年啊，了就翘起安尼吼，啊，读愈读愈无意思吼。啊，这是其实犹太人这个圣经的作者伊袂遐尼啊无智慧吼。啊！伊囥遮个物件伫迄个中间，有伊所要表达出来吼，关系伊对生命的认识。好，生命不在伫长甲短，生命在伫是毋是有认识上帝创造这个世间的奥秘，是毋是有认识上帝的心意，伊所要建立的特殊。那么，若明白这款的人，你愈有困难的人，愈会当帮助人伫苦难中来得到休困，吼，休喘，会当受到安慰，这个困难。这是人类生命上阶段的困难。好，我们到这边问题。所以你说那个，他说的几段跟短段，加二三四段，哦，你是说那个编辑啊？意思是不是单作者？他到底什么人写的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也知道这些故事也不是在，我们先这样说，今仔日的摩西五经，咱所看会到的，吼，诶，形式咱即马看会到的，应该是受了去巴比伦了后的代志。对，咱即马看到这个形式。那么这个形式底下无代表内面的故事，伫巴比伦的时阵才有。就是讲，伫巴比伦的时阵，因将摩西五经编辑起来。啊，有的是讲，有的认为是伫巴比伦的时，有的是认为讲是受了去倒转来。也是啦吼 ，Anyway， 就是迄个时间，差不多主前第六世纪末、第五世纪初、第五世纪迄个时阵，应该是第六世纪主前第六世纪的时吼。好，啊，若是迄个时阵所写的，那么有一到底是一个编者，还是一群编者，咱唔知影。吼，啊，伊个编者编者，咱今仔所看的个形式，总是伊的资料的来源非常的多元啦。有足济无同款的资料来源，像咱即马读到即个《创世纪》第五章的时，咱上少就看到两行资料的来源，一行叫做亚华传统的资料来源，另外一行叫做这时传统的资料来源。哦，伊在用上帝名，就用无同款。哦，啊，我拄仔要播咱看的，其实就是二三四，这是一个叫做亚华传统的资料来源。一五，这是这时传统的资料来源。好。啊，这两个资料来源的中间，咱都要看到一种，其实第一章甲第五章接了足好啦，啊，二三四是进入去的，迄是足清楚的看得出来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咧读的时候，咱会当去分别，啊，总是编者既然有意思，要将这物件改合作伙，咱嘛另外就咱嘛是爱照伊编写的顺序来理解一寡啊伊的意图。但是既然伊个，我有上简单问题，那我比较正，你讲那里应该是个人意志。我个人是一个评价，因为伊迄个思想的话，怎样猜？有可能啦，总是。咱嘛无法度否认讲一个编者，伊可咱袂当讲一个编者，伊形成伊个思想世界，就是干啦，伊家己一个单独形成个。一个人，伊之所以会晓安尼想，伊会安尼去思考，其实有足侪人甲伊影响，也是讲规个学派，也是规群做伙常常伫遐在讨论的人，像恁咧处境差境做伙讨论的人，讨论了久，恁的想法会愈来愈一致，吼。啊，其中有一个人出来要写物件的时阵，你嘛袂当讲伊是干呐，讲伊在讲伊家己的代志尔，较要想安尼啦。啊，是毋是一个，还是多，还是足侪编者做伙编，这咱就无法度去确认嘿。啊，有当时啊，我若家己在写物件的时阵，我会感觉家己一个写较好写啦。啊，你若吼，佫要招足侪人做伙写的时阵吼，
哎，那像阮后生讲，吼，伊上届无爱就是吼，迄老师若开课，拢要叫因分组啦，嘿啊，分组报告。伊讲我就是有一挂白目的吼，答辩讨论也莫来啦。意思就讲，其实你若规群人是较歹写物件。啊，有阵时我若要叫我写物件，我家己一个写写较规气啊啦。啊，总是我袂当讲，因为我咧写的物件，拢敢若讲这是我冰雪聪明嘛，吼，天资过人，所以我就要写这个物件，毋是，一定是形成你今仔日这个人，一定是有形成你这个人的背景，啊，才会促成你安尼思考的你的环境啦。那么这个环境包括其他甲你比较接近的人拢是啊。啊，因为咱无证据，所以咱嘛毋知影讲是一群还是一个。让我可怜。嗯。所以圣经来这一条，我说说他的，就当家庭怎么是做对立的。哎，因为无同的作品嘛。你想讲创世纪，伊的立场无遐尼对立，总是伊会互无同款主张的资料甲囥做伙。就是讲，伊无同款的主张的资料，咱可能咱后边就会读到吼，咱过年了，咱就会读到啦吼，因为大水爱过年了才来，大水过年前无来吼。哦，大家好过年嘛，敢是吼？啊，咱等于咱注意甲读吼，先甲咱先请咱等于想吼，啊，互你好好过年有代志通做吼，先想一下吼，来。你若读到第六章拿阿的故事的时阵吼，上帝要求伊去做一个查克啊。咱讲做大船，其实不是大船啦吼。方舟其实不是船啦吼。ark 伊是做一个 ark。ark 是啥物 ？ark 就是长度型的客啊，那就观察呢。做一副观察。ark 吼，啊，迄个物件其实会水顶的浮还是奇怪。啊，无要紧，来故事安尼讲，咱就来听吼。来好，伊计做了的时阵吼，其实做起来迄个无介大景呢，迄厝无介大景呢，迄个，你来看吼，无够大景哦。啊，伊怎啊做了就讲啦，咱看甲伫，咱先看第六章吼，第七节，第十九节，咱看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吼。好，伊就叫伊讲爱去揣只个瓦米去哩嘛，吼，迄瓦米爱揣去船仔顶。伊讲啦，既然有黑气个瓦米，每项两只，一个公个，一个母个，你爱带入去家己大船吼，来保全伫你遐保全活命，对不对？吼，伊讲一个公个，一个母个，对不对？好，过来，咱过来看吼，到第七章个时阵吼，个第一节。第二节，那是清气的脚类吼，就是讲四只脚的吼，你爱带七只公的，七只母的；无清气的脚类，你爱带一只公的，一只母的。空中的飞鸟爱七只公的，七只母的。好，你来看哦，一个是第六章的上尾，一个第七章的上头啊，两个接做伙哦。啊，一个甲你讲带一公一母。一个讲啦，有分清气的，甲无清气的。来，到底啊，问题就来啊，那到底带偌济动物去哩？哈哈哈！哦，啊，你有看到这两个资料是安那？一个看了知影冲突了嘛，对不对？第二看知影未对档啊嘛，除非这个作者吼，足想要赚稿费的。哦、所以吼、哦，愈济愈好，字愈济愈好，拢甲钱钱入去。啊，若无吼，伊一定有所有啥物企图嘛？无那将迄两个完全无共款资料，甲伊，无你若离较远一撮吼，读头前后壁袂记起，安尼无嘛较有较紧，对不对？伊毋是咧，伊甲你接做伙哩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佫较戆的读者嘛，一个就看会出来，对无？好，啊，咱今仔是无要解答这个问题吼，哎，只好咱早等于过年吼。哦哎，算魔术包，咱来红包啦！啊啊，等于好好想一下吼。有红包通过年，还佫无大水啊，这年一定足好个吼。好吧，哈，咱做来做结束记得。
主，我的上帝感谢你通过这些古早人啊，因真有智慧的写作啊，来互阮伫早课的中间啊，充满真多趣味的问题，阮通来纠缠。主，求你来加添阮智慧，也阮伫这个圣经的早课的过程的内面啊，阮会当哪认捌主你的心意，会当学习甲你相同行的生命啊，阮恳求你来祝福阮。也恳求你来祝福阮啊！伫日常的生活中间，手所做工，阮的嘴所讲的话，啊，阮甲人的聚焦，阮所行到的位，阮拢会当将你所想事的平安，将你所想事的疼痛来带到迄个所在。阮恳求你来祝福伫阮，也保守阮要转个脚步，保守阮今晚要休困。继续引导我们明仔载要跑走的路站，啊，伫阮台湾人欢喜要过年的时，也求主你时落稳定，伫阮家家户户的内面，让阮伫播音、走总，让阮欢喜要迎接的时，啊，阮拢会当有你所想事的平安，甲阮同在。阮将阮的本身，将阮的家庭，也将阮的教会，将阮的国家社会，仰望伫主你的圣手。愿你伫阮所徛起的所在来施出你大大的恩典甲怜悯，伫这中间，愿同心献上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